这次说好我请啊。行，老板，直接给我卡上扣就行。不好意思啊，美女，你的卡里没钱。上周我不是才充了3000吗？就之前跟你一起来的美女带了朋友来，用了您的卡。没事，刷我的吧。行。他怎么还没来啊？应该快了吧。星云，嗨，快来啊，来，来来来，快坐坐坐坐。真的好看好看，多甜点多甜点。恭喜恭喜，早晚恭喜。哎，点歌啊。哎，你怎么带这么多人来呀？哎呀，人多热闹嘛，啊。哎，子燕，我们可以点红酒吗？可以啊。我们人多，那就3瓶吧。来来来，大家随便点啊。一套一共5700元。里面，哎我，哎，您看谁买一下单呢？我那个子月，你不是说没请客吗？啊，对呀，怎么了？你可算回来了，服务员，他买单。谁买单？星宇啊，他不说请客吗？那我可没说请他们。哎，星宇，你怎么这么小气呀？你好心介绍一帮朋友给你认识，一顿饭而已，这么小气。我，他小气，是因为美发店刚充的卡，你讲都没讲一声就给他刷完，没来找你要款。你住他的，穿他的，没给过一分钱吗？现在还说他小气？你就说不给啊？那你倒是给吗？我不是没钱吗？有钱我一定给呀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哎，都是朋友，有必要把人家当成这样？太不是了吧！太不是了吧！我就是过分怎么了？没钱就别请人吃饭做头发呀！拿着别人的钱装大爷，还这么理直气壮，怎么？你没钱，你有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身上只要是心仪的，全部还回去。还有，马上从他房间滚出去。他单纯善良，我可不是什么好人。他脱了，他怎么回去啊？你做人还是善良一点。行啊，既然你们这么善良，就把他领回去吧。还有，把单买。那个子月，我想起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我走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你一定不会走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老婆，我马上回来了。别走啊！哦，对了，我们不用，我也不用。人齐了吗？就差倩倩了。七总，倩倩怀孕了，所以得经常去医院孕检。那负责这个项目的同事把方案给大家讲一下吧。超凡，这项目你来做吧。哦。大家先去忙吧，散会。这是我们这个月的报表。她今天又没来。嗯，她去孕检了。既然她怀孕了这么不方便，让人事部处理一下。好的，齐总。我的东西呢？齐总让人事部把你东西搬走了。
齐总，感觉怎么样？嗯，你手上那个项目啊，我让超凡去做了。啊，可我那个项目需要经常去外面跟着，你身体不大方便。我有更适合你的项目。十分钟后有个会议要开，这次别迟到了。嗯。哦，对了。恭喜你啊，晋升为准妈妈了。哇，姬姬，你男朋友对你好好啊，还送剥了皮的橘子。来啦，你的豆浆。我没点豆浆啊，最近怎么这么贴心啊，又是橘子又是豆浆的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没卖橘子豆浆啊。擦一擦吧。啊，谢谢。你有病啊你！变态。又是你！哎，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我就报警了。站住！又是你！之前橘子还有豆浆都是你送的吧？到底想干嘛？你给我说清楚！你刚做了心脏手术，别激动。你怎么知道我做了手术？妮妮生病那会儿，她嫌药苦，总爱吃橘子，说橘子也能补充维 C。他走了，我买的橘子没人吃了，都坏了。他当初要捐心脏的时候，我不同意，他安慰我说，把心脏给别人，不仅能救别人的命，他也会觉得自己还活着。姑娘，这段时间打扰你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云层是天空的一座城，如果能再听一听听你的声音，就算是寒意，听着叛逆的是无用的无心，我不会怪你听天空尽管无尽是海洋的倒影。哎，玉玲，梦梦姐，靠，你居然还在！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下班啊？害我等了好久，这位都快要迟到了。走啊，开车啊，愣着干嘛？哦，坐我车还拿我当司机，要不是梦梦姐，这我才买的暖宝宝，你这哎，不是不怕的吗？别人的也没嘴脸少贴啊。啊，最近天冷了，贴你几个暖宝宝，你不会这么俗气吧？不会，靠我小气。七七姐，还没吃饭吧？给你这个。
不用，你自己留着吃吧。不用，我囤了很多的，我还有很多。行，多少钱我转给你。不用，梦梦姐都没给我钱，我怎么好意思单独收你的呢？我就是故意来告状的。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这都是常事了，毕竟他是公司老员工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我不好说你去说，给我去公布他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忙去吧。好你个梦，一天不打上房揭瓦。同事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，你就帮梦梦买一下呗。啊，可是我刚刚告状是白告啊。以后他的衣食住行啊你都包了。为什么？包你妈，你是不是真的吗？当然，以后你的工资啊我直接打到玉林的卡，反正你吃他的用他的，你要工资也没用。傻眼了吧，还真以为天上掉馅饼。可是怎么你有意见？没意见，齐总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月亮我不大行，这件衣服啊又显黑又显胖的，去换了吧。我和闺蜜之间总有些奇怪的小默契。拍了吗？拍了吗？拍到了，拍到了，网上便宜一半呢。啊，真的。有时候一个眼神就能知道对方想干嘛。哎，快点，你怎么这么慢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昨天梦见那谁。哦，他。他现在可那个了，怎么这么那个呀？而且啊，甚至我们两个的对话都能极度神秘到第三个人完全听不懂的程度。那我看看。啊，怎么办？你带了没啊？放心放心。你们去哪儿啊？好舒服啊，贴完能站住。哎，行了，你跑啊。你最喜欢的那家冰淇淋店出新品了，你肚子疼我一个人吃。谁说肚子疼不能吃冰淇淋的？我把它含在嘴里，等它热了再吃。我们不需要说太多的话就能读懂对方心，但我们居然有很多话想对对方说。哼，进。不好意思啊老师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他们在这儿。好好的不学，学跟人家打架，跟谁打的？嗯，这是你班同学。嗯，怎么打扮成这样？学生不像学生一样，你以后别向他学啊。嗯。哎，他们家大人呢？哦，是这样的，琪琪他爸妈呢都很忙，常年不在家，没空来学校。嗯。您看，要不？那就算了吧，小孩之间有点摩擦也是正常的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嗯，好，那麻烦您跑一趟了。没事了，您先回去吧。今天中午吃红烧牛肉好不好？好，你想吃就做。走吧走吧，你父母也没时间接你，先跟我们一起回家吃饭吧。走吧走吧，我们一起。你口红什么颜色？哪买的？就门口两元店买的呀。哦，那我……你要是敢化妆，我打断你的手。你也是，小姑娘家自然美多好，涂了口红显老。现在是读书的年纪，等你长大了再捯饬那些。把这个今年有机奶喝了，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多喝奶补充营养。你也是。嗯，好喝。你怎么了？嗯。我爸妈以前不忙能回家的时候啊，也会给我买牛奶喝。没事，阿姨家还有，等会你拿回去喝。以后不管是想喝牛奶还是想吃饭，都来家里，阿姨帮你做。但是话说前面，学生要有学生样，待会回家把妆卸了，大冷天的多穿点。下次我要检查啊。嗯，吃菜吃菜，来。妈，快洗手吃饭。你猜我带谁来了？七七，阿姨，快快快，赶紧洗手吃饭。七七啊，最近怎么样啊？工作还顺利吗？人家七七都是公司总监了，可厉害了。哇，七七这么厉害啊？没有，还得感谢阿姨这么久以来啊对我的照顾，谢谢阿姨。你看你，不跟人家好好学学？人家七七从小就优秀，吃饭吃饭。人间真实是公司的内卷。
七七，一线员工只有一个名额了，你这么优秀，到时候选上了请吃饭。一线员工指的是我的。哎呀，你就别安慰我了，你平时这么努力，肯定当仁不让啊。算你有点自知之明。机会来了，冲！先生您好，欢迎光临京东重庆超级体验店，现在就是两周年嗨购，店成五折，了解一下。水哥，你是才装的新房吗？家电才没装齐吧？有什么问题我都可以为你解答呀。我带您去看吧。哎，我熟一点。他新来的，哎，跟我怎么办？这个客户是我先接待的呢。看你还真是没底没脸直接硬抢了。但这客户是我先看到的。你这样说就有点不讲理了哈。哦，先生我知道了，您是来看冰箱的吧？你可以来看看客人。帅哥，你运气真好，今天这个任务要定了。哎，我马上给你调货，外加送你一份大礼。跟我抢人没门儿，跟我走，跟我去看电视。跟我走，这边跟我走。你们能听我说完啊？那个，其实我不是来买东西的，我是来应聘的。啊？早说啊，大哥。啊？又来个竞争的。那个，请问一下，在哪里面试啊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坐满了，拜拜。三、二、一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走走走，快快快！大家先别走啊，有个方案要改，我在会议室等你们。摸了一天鱼，还想卡点下班？下班就乱下班，你还真是发了霉的葡萄，一肚子坏水。哎，大家都还没走呢，最近大家加班都辛苦了，走，我请大家吃饭。他唱白脸，我唱红脸，到时候全都是我的人。都是七七姐让我们加班改方案。咦，来了来了，不用加班还能吃顿饭，一定又有好戏看了。哦，这个方案，没事，客户不急，我待会儿给七七说说。一个人跟我急啥呢？赶紧跟我走，看他一个人改方案。谢谢萌萌姐，拜拜。哎，七七还没走呢，这是要开会。对啊，客户今晚非要方案，真羡慕你啊，准时下班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废物啊？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人都被我带走了，我看你一会儿咋嘚瑟。人怎么还不来？人呢？七姐又打电话了，我们到时候都别接，又都没有看到。OK， 就这样。一个二个不接电话。啊？我手机忘了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哎，你小心点，别又遇到七总了。变得怎么样？行，原来你手机怎么那么久？这白痴不是被逮到了？梦梦姐，哎，正说你呢，快来快来。坐啊。还是梦梦你想的周到啊！看大家最近辛苦了，请大家吃个饭。我就知道是你这个老婆在搞鬼。既然梦梦姐都请你们吃饭了，咱们就提着一股劲儿，边吃饭边改方案。而且啊，一定要改得漂漂亮亮的，不然怎么对得起梦梦姐这顿饭啊？啊，让你抢我的人，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？吃什么吃啊？改方案。